可以试，帮你试一试。好，我是阿凯。下周呢，就是我们的过年。对，终于又来到一年度的过年了。我还记得我们去年的在福建是过年，祝大家吉吉如意，还有奶奶如意，祝大家吉吉如意。他如果没有吉吉的，他不就不如意？祝大家奶奶如意。今年也要持续的要荒谬下去，我们今天要把自己扮成年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请年兽去把自己扮成年兽的样子给大家看喽。你才是年兽吧？你好可爱哦，我的天哪！包邮包邮。你知道我刚刚穿了这个衣服之后啊，你看见我很像。然后超度年兽，感觉像是说台湾里面什么阿尊仪会穿的衣服。我看原本觉得像龙嬷嬷。皇上，皇上饶了皇后吧。好啦，过年呢，就是如果要下跑年兽呢，就是要穿红红的。我在讲话。过年呢，如果要吓跑年兽，就是要穿的红彤彤的，这样才可以吓跑年兽哦。年兽在旁边，离开，离开。我原本要去买红色的布，然后做两个包包在头上，所以我来不及去买布。他原本叫我说叫我去头发留长，然后绑两根，那个咦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刚刚穿，我原本以为是不是不用穿裤子啊？那你不穿裤子会怎么样？会很下流。那我想看你不穿裤子，你没想看对不对？会被检举吗？好，那我们马上就不穿裤子喽。变态！他叫女神下午茶。怎样？怎样？来出几个娇羞小女生的动词，我怕会那个歪头虫。第一个，什么娇羞小女生把脚开不开啊？好吧，我去年兽看到你一定要吓死啊，直接吓死了。好，大家记得用红色的跟鞭炮吓跑年兽。那我们下礼拜过年见喽，拜拜，新年快乐，拜拜。